SCP-049J 的 Plague Fellow 瘟疫家伙项目等级 Euclid 特殊收容措施 SCP-049J 收容于 Site19 Site101 Site17 Site81 Site13 维吉尼亚州里奇蒙附近的特殊限制高安保顶级机密 MKUltra 区域地带大陆 101.5 WFML。 SCP-049J 只可在2、2DOS 名装备 AR-15 步枪和电击棒的守卫监控下被允许离开收容间。考虑到 SCP-049J 分派人员的嗅觉感受，实体不再允许被拿下面具。描述： SCP-049J 是一穿着中世纪瘟疫医生服装的人形实体。进一步分析显示，在其长袍下完全是苔藓、组织块以及其他更小的瘟疫医生面具。他对基金会人员基本保持顺从，但有时候会撒谎，且偶尔会莫名大量流汗。 SCP-049J 在被基金会拘留期间一直宣称自己是一名强大的魔法巫医，能治愈那些生病的人。迄今为止，他从来没有治愈过任何东西，而且一般会让状况严重恶化。虽然仅这点还不足以令基金会将 SCP-049J 作为异常实体永久收容，但他已被证实总是能在自己实际的无能被发现后以某种方式避开抓捕，并逃脱基金会站点。应该原因加之员工们对其到底有没有自称的魔法治愈能力总是坚定无比的表示好奇， SCP-049J 因被收容并视作异常实体。附录 049J 之一采访。你好 SCP-049J， 欢迎来到。我是韦医生。对，我知道我们只是在。我又怎样？对，好吧，我们会谈到这个的。首先，能说说你的名字吗？是的，很好很好，我有解药，善良的先生，毫无疑问我是位医生。是吗？带我去见病人，我会治好他们。耶稣啊，注意，操，注意点，你朝哪里挥啊？我就是解药。你到底在？啊，我懂了，你是个蠢蛋，对吧？不，善良的先生，我最有效了。我是说，我的解药，我就是解药，非常有效。最有效，因为我是位医生。好，我们来见识见识，让我们所以这位病人有瘟疫，是的，我闻到了，喉咙痛。我们好奇，你知道有什么解药能治愈这种小病？我，是的，当然了，我毕竟是位医生。需要帮忙吗？不，他不是解药，我是解药。是的，这个就行了。这是只鞋子。对，这就能治好这人。这就是解药。好，请开始。 SCP-049J 对病人夸张的致敬，然后用鞋猛抽病人的喉咙。喂，操，你在干什么？这怎么可能有用？一会后，尸体停止动作，病人躺着残缺不全的死在桌上。这他妈算什么？病人痊愈了。什么？他才没有！你刚刚用鞋把他喉咙打烂了。不，病人现在很好了。是的，我是解药。看着这些血，撇开这种道德暴行不谈，这要花好几个小时来清理。你刚刚杀了一个人。不，他们被治好了，看着。你好，是的，我是病人，善良的先生已经我被治好了，最有效，谢谢你医生，你做得超棒，你是最好的医生。看好，我看得到你的手。我知道不是病人在说话，这到底是想干什么？我看那里有更多的瘟疫。什么？这？操他妈，他又跑了，该死！事故后影像记录显示 ，SCP-049J 从侧门敏捷的溜走。从附近城镇搜集的更多影像显示 ，SCP-049J 停在一家五金店前，挑选更锋利的木头医生杖。以上就是 SCP-049J。简单来说 ，SCP-049J 是一个穿着瘟疫医生服装的人形生物。他自称能够治愈生病的人，但实际上什么都做不到。当他无能被发现时，就会想办法逃跑。这个 SCP 算是我前期喜欢的搞笑 SCP， 蠢得很有趣，而且跟原版 SCP 有很多呼应的地方。这篇的作者其实就是有参与新版 SCP-049 重写的 DJ Characters。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帮我喜欢；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希望我做成 SCP 或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就这样，拜拜。